在山顶陪你看流星，只顾着看你，却忘了是雨是晴。我多想参透你的心，放肆的甜蜜，我们的身影都融化在一起。我确定这就是想要的梦境，能证明星星划过天际。我好想陪你走过每一座山，陪你度过每一条河，我会陪你坐在柔软的云朵，看那日出到日想陪你走过每一座山，陪你度过每一条河，我会永远的陪着你，看着全世界的你。你家里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吗？潘潘，看我的。哇，哥哥你真棒。该你了。嗯，潘潘真棒。哥哥最近在学校忙着考试，就不能回家。等哥哥考完了之后，就跟弹珠精灵商量，让他把弹珠还给你，再带你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好不好？好，哥哥你真好。乖。来来来，大家准备好啊！3、2、1，小飞哥，你冷酷一点，体现出你带腿伤还攀岩的精神。这样吧，我单独给你俩拍几张。社长，你消一消，我现在开始直播了。哎，走，来，对，对。社长，你消一消，保持情绪。可以的。怎么了？你这腿伤。都已经做噱头了，怎么还没人来？算了吧，学校都已经放假了，怎么可能有人啊？上学期咱们跟别的社团打架，下学期肯定会有处分，社长能不能当都不一定。哎，咱们登山社该怎么办呢？哎，老张，哎，老张，哎，老张，社长，慢一点，你怎么上去了？哇，你好帅，我也要上，哎，小飞，你的腿，哎，给我，这么高。这么多人，怎么了？老张，全都说你帅呢，快下来看看。真的吗？咱们火了。峰哥，我觉得你有问题。我能有什么问题啊？你昨天从夏天家回来的时候就一直心不在焉的，
之前还说，夏迪如果一直不公布真相，你就会在这种最困难的时候一直陪着他。而且，你不是跟你老爸已经说好了吗？晚点回去。我现在收拾东西，因为我昨晚答应夏迪，按时看医生，做手术。但是你别告诉我爸。为什么呀？你做手术这么大件事儿，为什么不能跟你爸说？告诉他又能怎样？他只能在那边碎碎念。如果你爸爸不在的话，只有妮姐在给你陪床啦。妈呀！哎，你快看，你快看，锯齿鸟啥的好高啊！郑嘉礼和张小飞现在可以啊，这么多人，这么多评论，都是要加入咱们登山社的。太厉害了，太好了！已经有很久没训练了，搞得我也怪想登山社的。你慢慢看吧啊，我去趟厕所。老郑，你现在特有大神风范，一个字儿帅。咱们是共同做一件事情，我们是一个整体。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意思啊？我想了很久，林峰只顾着夏迪，而不顾登山社。可我也不是一样吧，只顾了自己，不顾林峰的感受。我来登山社那么久，比林峰，比徐安妮都要更早认识夏迪跟范阳。他们什么为人我很清楚，可是出了事情，我没有及时站出来，因为自己想的东西被破坏了，所以把所有的气都撒在林峰身上。你是说，你相信夏迪？夏迪跟范阳的感情我们都知道，绝对骗不了人的，我应该相信他。那走啊。嗯，干嘛？你觉得咱们做错了，咱们去找林峰道歉啊。哎，我说你是不是墙头草啊，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我这脑回路啊跟不上你们这些兜兜转转的，但是你刚刚的一句话启发了我。你说夏迪和范阳的感情应该是真的，是骗不了人的。我突然想到夏迪在训练的时候对我们的表情应该也是真的，所以既然是我们做错了，那咱们去道歉啊，低头就低头，怕什么？喂，你在哪儿？学校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想见你。啊，那你来登山社找我吧。我再画一会儿图，待会儿就找你。嗯，拜拜。喂，杨教授。那个我是过来拿东西的。对不起。就是。我们两个呢研究了一下，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听风就是雨。你和夏迪都是我们的队友，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你，也应该相信夏迪。对，我们冲动了，我们意识到了错误，所以就来向你道歉。我们不怕被打脸，但是我们做错了，你们也应该解释啊。就是因为你们不解释，所以我们才被新闻带到了坑里。本来就是啊。我这次来是想和你们道歉的。你看，我就说嘛，他和夏迪也有错。为什么呀？我今天来不光只是想道个歉，我还想说一下五年前的事情。教授，如果是比赛的事情，
那真没什么可说的。今天是最后一次了，我已经在学校的社区还有报社都发表了声明，把当年设计比赛的事情说清楚了。我也给学校提出了辞职，这次来就是专门想跟你说声对不起，也想给范阳说声对不起。只可惜啊，都是因为我让你承受了这么多。这是美国福纳设计公司关于新项目的设计师招募公告。福纳公司的这个项目是关于摩天大楼设计的，五年前你那张图其实和他们的理念很吻合。捡起那张图，也许你才能找回自己。我会永远退出设计界，这是我最后能做的了。那幅图其实我画了很多次了，都画不出来，所以这个名额还是算了吧。还有时间，你可以试试。我就先走了。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把夏迪当年的 GoPro 全都修复好了，然后我们真的确实听到了范阳的声音，夏迪就是一直特别内疚，觉得没有把范阳拉上来。其实夏迪不要太自责，范阳和我聊过，他早就做出决定了。他和你说过？嗯，我刚来登山社的时候，他和我说。哎，你是？哦，学长好，你是刚进社的新人吧？我叫郑千里，今天第一次来这边训练。那你还在这边看这个？赶快换衣服啊！不是我来早了，然后我就在这边看会儿电影。不过是跟登山有关的，垂直极限。对，老片子，我也喜欢。真的？真的。我每次看电影的时候都会有些思考。哎，学长，你如果遇到电影里这种情况，你会割断绳子牺牲自己去救别人吗？当然会啊。你真的这么想？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生存的机会了，为什么不让希望更大的人活下去呢？可是生命很短暂，大家都很珍惜自己生命，特别是在这种生死的时候。是很短暂，不过我认为只要你把现在拥有的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那就无所谓生命的长短了。而且你看，你救的这个人受到了你生命的感召，会把这份使命继续传递下去，这样你有限的生命就得到无限的延伸了。我觉得人活一世啊，最重要的还是留下点什么，这才是生命最重要的意义。但是夏迪一直活在他自己的想法里，他觉得这样是在保护大家，其实他反而是在伤害大家。哎，同学，你们是登山社的社员吧？是啊，你是谁啊？啊，我是咱们校刊的同学。我想问一下，你们看了今天杨教授在学校社区网络和今天应江生活上的声明了吗？什么声明啊？你问这干嘛？啊，没事，就是之前咱们登山社不是传出什么夏迪五年前为了比赛害范阳的事情吗？这次杨教授声明说抄袭的事是他自己一手安排的，那这样夏迪就没有了动机。我想问问那个……哎，不是，你刚刚说杨教授说抄袭的事是他自己安排的？对啊。你们赶快看看，然后说说有什么想法。你不是学生，是记者吧？不是。录音笔怎么回事？我们不接受采访，出去。不是。出去。这些记者到底有完没完？
咱们又不是明星，有什么好采访的？你们查到没有？杨教授到底怎么说的？哎，真没想到，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夏迪的事儿，算真相大白了。林峰，我是杨风化。关于5年前比赛的事情，我已经发布了公告，希望这份真相能减轻夏迪的压力。他和范阳都是建筑行业的好苗子，因为我的错误，夏迪才迷失掉了自己。5年前他的那张设计图非常适合最近美国的一个项目，但他看过后却说自己已经丧失了曾经的创新能力，没有办法继续画下去了。我总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坚持的力量，可以帮他打开这扇心门，让他真正的走出来，所以我把消息也发给了你。杨教授。林峰，你很多年前，我的校长曾经告诉我，在大学里除了获取无穷的知识，谈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大学里的爱情，活在当下，爱的纯粹，两颗炽热的心可以让彼此变得更加美好。我以前不怎么相信，但那天你来找我，我却一下子就想到了这句话。也是因为你，我突然意识到回归初心的重要。谢谢你，明峰，以及好好去爱吧。怎么了？没事，我先打电话给夏迪吧，我有事跟他说。小林，我看了杨教授的声明，现在情况扑朔迷离，杨教授的话也不一定是真的，咱们得稳住，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这期间你千万不要和记者表达任何观点，好吗？好，我等你消息。小林，小孩子脾气，看我只有这一个妹妹，怎么都知道。哎，走吧走吧，趁着天气好，要不说你就来不及了。不好意思，孙总有事在国外，所以一切采访需要等他回国再说。谢谢。我特意去暗示邢主任，没想到暗示出这个真相。是不是杨教授说谎了？杨教授都辞职了，这看上去就是真相。当年的设计图不是夏迪抄袭的。那我们是不是怀疑错了人？不可能。我问你，绳子是人为切断的，这是事实吧？当年他说呼叫了什么的，大家没听到，他真呼叫了吗？他得为他当年丢下我负责，为当年大家说我自行上山害了范阳负责。明天是该去看医生了吗？其实，确诊是件好事。嗯，我知道有你在，我不怕。不过，我想跟你认个错。嗯，你说。今天，我和张小飞和郑千里说了5年前的事情。我和他们说，绳子是范阳自己割的。别生气，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嘛。
我知道我答应过你这件事不跟任何人说，但是我越想我越觉得这件事你确实有错，你不解释清楚，所有事情你都自己扛着，你觉得这样很高尚很伟大，在保护大家，但其实你这样反而是在伤害大家。事情呢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总是说没我想的那么简单，但是我觉得是你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就对于范林这件事吧，你说你是在替范阳照顾他，但是范林这么喜欢你，你让他认为是你害的范阳，这样对他的打击得有多大呀。你选择不去解释，选择接受舆论的压力，但是大家都对当年的事情产生了怀疑，除了给大家带来难过和痛苦，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处。而且，你是在用大家的难过来开解自己，所以是非常自私的一个想法。真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之前，郑千里问过范阳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自己遇到那种生死关头，他会怎么办？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他说，他宁愿让那个更有希望的人活下去，这种信念是爱，这也是他牺牲他生命的意义。他还说过，只要把每一天过得像最后一天，那生命的长短真的无所谓。夏迪，我们找时间去跟大家说清楚吧，这样可以把所有的影响降到最低。杨教授也是这么做的。我再想想吧。不是，这个还需要想什么？就这么定了。嗯，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天台特别有用。当时我们被锁到这儿，发现你恐高，然后慢慢变成一起睁开眼睛看星星。后来你和我玩失踪的时候，我以为你和我一样特别看重这个地方，然后过来找你，结果你不在。其实呢，那天我在。是吗？嗯，看那儿，我那天呢就在那个地方。你这么大只，我怎么没看见呢？哎，反正你就按照我说的，有什么事情你就说清楚就好了，知道不？气死我了！好了，那我知道了。就像你说的，做错事儿呢，别怕打脸。这不就对了吗？你看，今天星星都更好看了呢。你这么神神秘秘的干嘛呀？这么晚了，非让我留在你家，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哎，你不是说林峰那个医生已经找好了吗？你快点告诉我都需要准备什么，我得回去帮他准备。我不早了。夏迪的事情今天突然来了个反转，他们这会儿肯定需要在一块儿抒发内心的情感。你现在回去，林峰也还没回去呢。也对啊。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什么呀？你打开看看。不会是那个修电脑客户给你修出来的？也有点关系。我的业绩进入公司销售前10了，这是刚发的提成，怎么样，厉害吧？真的？你怎么那么厉害啊，真的？我之前就说了嘛，之前一事无成，那是因为没有目标。现在我有目标了，我得为了你好好工作。进入公司销售排行前10是我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会做一个商业登山险。你都不懂登山，你做什么登山险？不是，我小姨在国外是很厉害的登山者，之前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就特别关注这一块。国外这一块现在很完善，但是在国内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觉得前景是很乐观的。
之前我想联系我小姨，想咨询这一块的信息，但是呢，她一直去登山，去些没有信号的地方，我也联系不上她，所以这件事就一直没做成。哎，你老说你小姨特别优秀，一直没说过她的名字，你就和我说说她叫什么，我上网查一下也好学习学习。我小姨的名字特别好听，叫苏梅。苏梅？对啊，你小姨叫苏梅。哎，小伙子又来了。嗯，不是跟你说了吗，晚上不用过来。我正好送林峰回学校，就顺路来看看您。对了，叔叔，我给林峰找的那个医生他今天到了，正好在这个医院做交流，他会坐诊一段时间，我想明天带林峰来检查一下，有什么情况呢，我也会随时联系您。还是那句话，拜托你了。嗯，叔叔，林峰做手术肯定是需要家属签字的，您看您这个病，如果想瞒着林峰的话，不如联系一下林峰他妈妈。不要，我们家的情况你不了解，如果做手术那就是我签字。好，点完这瓶啊，今天就没有了。你放心，老爷子啊身体状况很好，今天啊还让我给他念新闻，就是报上最近很红的那个设计师的事，他要天天关注哟。啊，行了行了，我累了，我想早点休息。那叔叔，我就不打扰您了。对了，林峰呢，他其实挺喜欢吃甜食的，他一直都希望您能够给他买。那我先过去了。哎，我好乱呀，咱们找林峰兄妹相认吧。不，先别着急，事情太多了，我得准备准备，想想怎么办。你说怎么这么巧，你的小姨怎么就会是林峰的妈妈苏梅呢？你不会是骗我的吧？我怎么会拿潘潘妹妹的事情来骗你呢？潘潘是林峰的小名吗？对啊。你这么一说，我好像那个时候还真不知道他的大名。我越想这事儿，我就真的特别烦。你说你明明是林峰的表哥，你为什么不让我告诉他呢？这到底有什么好隐瞒的呢？哎，我是林峰的表哥，但是我作为表哥这么多年都没有尽到表哥的责任了，我怎么样也得有一个见面礼才能出现。什么见面礼？很快你就知道了，跟我的事业计划不谋而合的一份见面礼。好吧，行了，回去吧，早点把林峰带回宿舍休息吧，我就先走了。这个计划是挺好的，但是我有可能去不了了。咱们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行了？我有可能要去做手术。做的什么手术啊？你怎么了？没事，小情况。不是，你说清楚啊，到底怎么了？我腿刚好，你这又要去医院？对对，你到底哪里病了？什么时候？不是，我明天要去看医生，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什么都没定呢。你们放心吧，啊。好了，许安妮来了，她肯定肚子饿，我带她回去。许安妮，峰哥怎么了？干嘛藏着掖着？许安妮，峰哥怎么了？嗨，到时候再说吧啊。哎，我们走吧。嗯嗯，那咱们再等一等包晕吧。他说他他不来了。走。
搞什么鬼啊？你怎么穿这么一身？什么情况啊？你待会儿要做手术，保持体力，多吃一点。谢谢啊。不是，我卖给林峰的，我知道啊，我帮他打开。不是，你这不是在借花献佛吗？你这。对啊，我就是借花献佛啊。不是，他怎么回事？这。那我们走着吃。嗯。谢谢兄弟啊。啊。安妮。啊。啊。安妮。哎，是这楼吗？你看徐安妮给你发的。哦，对对对对对。哎，林先生，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还好。那您早上有吃什么东西吗？一定要空腹啊。我没吃过。他说他们好像已经到了，林峰在里面检查呢。这十方医院二号院是这儿吧？哦，我护士，我可不可以等一会儿做检查？不行啊，检查都是按计划。这楼我熟。之前我骨折就住过这儿，侧面有个楼梯，人比较少，你跟我走就行了。走，我是。医生都来了。哎，李峰，怎么样了？医生说从心电图来看，肯定是房缺没错了，过三天就准备手术了。哎，李峰，我又去给你买了一些甜食，结果都被玄妮给吃了，要不然你就喝这个牛奶补补身体吧。我什么时候吃你甜食了？你最近好奇怪呀、啊！而且林峰怎么虚弱了？你会不会说话呀、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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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正也不太想喝，我去下那个护士站吧，我需要办一些手续。哎，我能喝得下。哎，你不能喝。哎，你不是，你干嘛？你不能喝牛奶。我早上昏头了。什么？怎么回事？赶紧去吃透明药！哎，快去快去！哎，走开！你们俩怎么才来呀？你们来干什么？我们来看林峰啊！还不是因为你说认识路还带错路，不然我们早就到了。那个林峰怎么样了？啊，林峰已经确诊是房缺了，三天以后做手术，放心吧，没什么太大问题。啊，行了行了，林峰需要休息，走吧。孙总，孙总，干嘛？外面人太多了，我先送您回去吧。哎呀，不用，现在外面全是记者，这儿反倒更安全。我告诉你啊，现在我就两个选择：一，从夏迪身上找到证据；二，做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你明白了？好。你吓我一跳，范小姐。找我有事儿？这个，这个是最近闲着没事儿，整理了一下以前的东西，发现了一些我哥留下的证据。夏迪做的事情确实让人出乎意料，可我不想冤枉他，更不想放过凶手，所以我把从他电脑里拷下的资料又看了一下，有一些新的发现。什么发现？有什么发现快说。不管抄袭事件里杨教授说的是真是假，但凶手就是夏迪。真的？我可以和你共享，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没问题，有条件你随便提，为了范阳也为了真相嘛。冠冕堂皇的话就不说了吧。我要你帮我找回陈一路。一路走的时候任何联系方式都没留，我也试着找过他，但我用尽各种办法我还是没有找到。所以你能不能……我可以等，但是你有时间等吗？你真的有证据？信不信由你，而且这个证据，陈以路是关键。Thank you.
想用一支彩色铅笔画一片森林，想和世界分离无忧无虑，想等待一场流星雨划过那天际，想双手合十默默的期许，像水像雨像光像影，像他们共同存在的原因，像天像雨像风像雨，像想象的天际，只有我和你，想回到回不了的过去，想握着握不住的曾经，想有你温度递给我的牛奶瓶，像孤独和成长的想情绪谁来抚平，想内心的与你收拾干干净净，结局。